哇，OK，所以今天是5月13日吗？对，今天5月13日，那好像今天台湾很多个地方就停电了，那我也是停电了，我刚刚睡午觉，然后醒过来，发现我的电视自动关了，关机，已经过了差不多2个小时，那我要拍的是说，hotel staff here。隔离饭店真的是很辛苦，真的是很。我刚刚有听到有人在外面，但是外面是暗暗的，我没有灯。我可以从这个门的小口进去看，然后看到刚好是看到员工在送餐，送完餐，因为现在5点半，晚餐几乎是6点左右啊。那我想要说的是，好辛苦哦。看到他在送餐的时候，他都端着，然后他手上拿了一个点火机去看房间号，他把点火机当灯呢，去确认房号。Wow，it's just like，就是我刚好就看到他这样子端着，用点火机当他的灯，都是为了上来给我送餐，我就好感动啊。台湾隔离，嗯哼，然后就是这样。